天空蜜粉玉草，回眸大笑不懂。譬如我性金有离顿，形有勤态，十因千亲意，回眸定金的先例。天地因德啊，咱来时时来去体会啊，人类呢依靠万物来生活，都亲像佛法。佛法啊，会当滋润咱的心地，互咱心中慧明。咱的慧明成长啊，天地万物道理一切都会当通达，同款的道理。所以讲，天空蜜粉玉草回眸大笑不懂，蜜粉就是讲。分散啊，开始隆重拥挤起来，那就像雨滴要落的时候，落雨啊，才会当天地万物啊受到滋润，所以玉草或者是回眸大笑。迄、那个根甲枝都无共，就亲像咱个人呢，有个人的根基、见解、观念，这也就是譬如呢，我性的根有理顿，行有情态。咱虽然讲听到佛法啦。但是佛陀也都爱应机施教，因为呢，咱众生根基不正者，所以佛陀爱用五性法，天性、人性啊，小性、中性、大性，五性甲化来啦。那就是五种无同的根基，佛陀呢就为这五种根基来分门别类，来施教，对顿根施消法，离根的人，佛陀呢就为说大乘法，因接受了后呢。啊！伫咧身体力行的人，也嘛阁有分啊。修行过程中，是毋是真勤精进，或者是呢，海带慢慢来呢？这呢，就是根有理顿，行有勤怠。佛陀是用心应机施教，所以讲十因千亲意，回眸定金的善利。啊，不管咱伫咧修行啊，十就是修行，咱修教了后。咱要身体力行来分析、分修，就是过去恶的习气，那该转念过来为善，修好咱的方向，唔通偏差。这个叫做十因，啊，这个十因嘛有个分呐、啊。是浅也深嘛，
咱若潜心信解啦，自然呢，咱的习因就会深。啊，咱若无有潜心信解，一个纷纷扰扰的烦恼无明一来啦，啊，咱的信心就被摇动了。这呢，叫做习因浅呐，所以这个慧悟欲错同款呐。佛所说法呐，就亲像空中的蜜粉密布，那雾落都会落落来，来滋润大地。佛法是平等呐。接受法的人呢，根基深浅，那就伫个人呐。个人的根基，都亲像玉簇飞木同款，大小所吸收无同。有勤精进的人，伊就会当接受搁较多，伊的信心就较深。要那懈怠的人呢？这个根基较钝，那么习较浅吼，所以所接受到的呢，那这个法度较少啦，就亲像大地，那是丛林，伊吸收的水分都会较多，也那是花草啊，伊所吸收的水分都较。少，不管是少啊多啦，拢总根底受论，拢总会当接受着阿弥的滋润呐，是咱佛法的平等呐，来滋润大地呢，那回目丛林玉草等等，咱众生。得到佛法的滋润，随咱的根基来接受。当然，咱也希望咱的根基家己爱培养，好大根爱好深，这嘛都爱看咱家己吼，爱勤精进，自然根都会深呐。啊，自然法呢，咱都会当改了吼。深解教法，正面呐、啊，一文就是讲，密定天人阿修罗众，皆应道处为听法故。那时无数千万亿众生来至佛所寺。听法，佛陀在灵山会啊，就讲天与人与阿修罗众，应该呢隆重爱进来，把握机会啊来听法啦。灵山会呢，是佛陀所说40多年后啦，最后呢。想要痛伊个本怀，向众生说成佛之道，所以恁大家人一定爱来听。迄当阵有遮多哦，无数千万亿众生来至佛所而听法，迄个千万亿。众吼，诶，众生，那除了人间众以外，那就是有无量数啦。咱看未到，但是呢，有他方各处啦，这本具佛性啊，十方世界诶，众生隆重来到佛所。下面搁接落来就讲，如来以时观世众生诸君利钝，
静静海带，随其所看而为说法，种种无量皆令欢喜，快得先离。那就是讲，如来以时，这时就是观机，这众生的根基是不是成熟啊？未四十多年咯，所说的话啦，那在众生的根基所接受入来的，到底听有未？成熟也未？现在呢，生活之道会堪得接受啊？未？那这些众生根基成熟的时，成熟也未啦？搁在这个时处，现在的灵山会啊，未因缘拢成熟，这叫做以时。若论最初啦，即六亚万说小圣教之时，最初佛说法啦，选定呢处在六亚万啦，对机呢是五比丘，这呢就是时机、根基甲处所吼，底下说素体法吼，啊，若论中间呐，将素体法伫六亚万迄个所在开始呢，吼，所经历的所在啦，四十多年咯，佛陀呢说法啦，适应众生的根基呀，说阿含啊、淡风顶啊、说不遮啊。一直呢，来到现在灵山会，这当中时吼，那应时应机应地吼，观是众生诸君立顿，佛陀都爱来观呐，用心来观察众生的根基是来也是顿呢，佛。当众生集会之时，一一就是观察吼，观察众生的根基是上根基呢，中根基、下根基啊，哈是离根呢，或者是顿根呐，佛陀呢就是爱随顺众生啊。所堪的接受呢，安尼为因分别说法，这呢就称会五行其义而说吼。那五行就是会合众生的根基吼。如堪以人天为说界，先为人天呢，
这两类的人呐，都爱讲十善甲五戒吼，那这些佛陀智慧，堪以三乘为说，体言六道，也那是根基较大、较深的人，佛陀呢，嘛是爱观因的根基吼，分三乘来说，苦集灭道，或者是呢，说十二因缘。哦，大根基的人，佛陀呢，开始就爱为因说六道。这就是佛陀的规则吼，那希望人人从小向大啦，所以欢喜善利吼，这种大家人听法了后，真欢喜呀、啊！人人呢都得到佛法入心啊，悟性、国王法轮得益。佛陀所说的法啦、啊，为这个悟性。不同的根基的众生而说吼，互个人听到，个人欢喜，个人接受，个人的方法去修行吼。佛陀呢，为说人天法，顿根的人呐、啊，你要叫伊讲放下一切修行哦，那弃除烦恼哦，爱忍辱哦，啊爱精进哦，啊无遐简单，所以因的根基就是敢那修的人天法吼、哦。那么根立呢，是为说自性法。那是声闻缘觉啦，那亲像安尼，这都是二性吼。那么理顿假吼，这个理甲顿呐，那三毒因恶果苦吼，那对这个顿根的人，那就是无离开这个三毒的恶果吼。你若做着恶因啊，当然呢，你爱受恶果啦，一苦不能受多吼，都无法多呢，受着这个多，咱真正的佛法伊接受袂落去，安尼的人呢，就是啊，在这个三毒中啦，安尼无法多接受着佛法，所以。三毒受报，穷劫就是要真长久的时间吼，那欠了这个法的因缘呐，啊，有的离根啊，色地变冲啊，啊，顿根呢，就是无痴无明啊，这种讲伊是离根，但是色地变冲不信佛法，这当中呢。在这个三毒恶果的内底吼，做着恶因恶法啦，那在地狱或者是恶道中，啊，修报都要真长久咯。人天呢，但受果报啦，不轻修道，啊，这都是顿呐、顿根呐、三性根性呢，那就是断见思行。出三界，这就是离离根吼。因为修人天的人，就是永远拢在六道的内底里吼，浮浮沉沉呐。因为伊的法无侵入吼，只是干呐，不是人心，或者是呢要求天福，但是纷纷扰扰啊，一念无明再起。同款嘛会对路呢，所以就唔肯好好来接受，安怎断除烦恼，安怎弃除无明，
这拢也阁是伫顿金林，是三性金性的人，那就是声闻缘觉觉法大心菩萨心的人，这叫做三性哈。那三性金性的人呢，断见思行，求出三界，这叫做离根的人。精进甲懈怠呢，精进者为说菩萨修行的法，懈怠者呢为说简便圆行之十念生死定法。佛陀面对着这种精进的人呐，他都为因讲菩萨法啦。安怎样修行助利利他？啊，懈怠者呢，就是为说简便圆行之十念生死定法。那意思就是讲，那较懈怠啊，不过伊都去修行，佛陀都教伊讲吼，哎，你多念佛啦啦。虽然你无要去行菩萨道，但是呢。上无啦，你嘛是有佛心伫咧啊！安尼，这就是佛陀方便法吼。那有精进懈怠者，这种三毒放逸为泰吼，这个懈怠的人呐，人天五界十善呐为尽那。亲像这种懈怠的人，那就是对这个三毒放逸的人。那佛陀呢，为因讲人天五界十善呐，就是鼓励这懈怠的人呢，爱进步。上无呢，你爱修五界；上无呢，你爱多行善法啦。人天不厌苦为大。有的人讲金雕有酒金雕醉，这世人的幸福呢，我管伊去来世人，都是无管伊啊。这款的人呢，就是懈怠的人；这款的人呢，就是爱堕落吼。也那是自性啦，就是声闻缘觉啦，因有报畏心，因惊，吼、哦、唔敢搁再。在因因众生中，搁在作业啊，所以因要修行啦。自性呐，报为无常为尽吼。人间无常，什么时阵呢？有什么款的无常烦恼无明来时？所以因爱真谨慎呐，因爱把握当下吼，爱赶紧精进。不过自性的人呢，就是只是。贪情小过，独善其身啦、啊，不求大成，安尼嘛是懈怠啦。所以，这人生不求大成为大哦。那菩萨呢，只求佛道为精进，这就是修行后安尼的两类吼、哦。修行者独善其身，就是懈怠啦，兼利他人呢。都是精进吼，所以佛陀为这个根基无同啊，随其所堪而为说法吼，如来啦，随众生之所堪忍而为说吼，那佛陀就随这个众生会堪得接受的人，安尼的根基呢，来为因说法啦吼，种种无量。皆令欢喜啦，快得善利，希望为这的根基各不相同，好真多种，基基多种啦，
教育无量，这个根基既然这么多啦，教法呢是的教法啦，嘛爱用真多的方法啦，该令得闻，希望大家人听到，听到了后呢，阁会当接受，接受了后呢，阁会当真欢喜吼，所以平安自在，得大善益啦。这是佛陀呢为众生所施教的用心。堪以三心为说，四谛十二因缘吼，慢慢开始引入呢六道等等啊。那希望人人发大心、立大愿呐，会当去欢喜善利，家己利益自己，也利益众生。这就是五性法吼，各王法轮。这五行的法啦，各个受因，个人家己的根基去接受吼，啊，都受论拢有利益啦，所以利益之别啦，有为世间各如善根未正者，令正吼，那也未正善根呢，就用迄个人天法啦，互因正善根呐。未成熟者，令成熟吼，拢总互因会当成熟，会当安稳吼，伫人间呐。现在人间呢，会当广度众生，这就是佛陀的慈悲，就亲像天空蜜蜂呐，玉草飞木同款，这个云雾一降呐，就随大地呢。万物啊，伊个根基呢，安尼去接受啦，真正是佛陀为众生，就怜悯众生、广度众生，用心良苦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啊。